今天是那个2020年的4月12号，我们呢来到了使用咱巧克力的一个苹果果园。因为前段时间这个气候原因啊，有个低温啊，但是我们来到这个巧克力使用巧克力这个苹果果园呢，看着这个花开得非常漂亮啊。大哥，你说一下咱这个巧克力这个怎么使用的？而且这那现在来说的话，这个苹果这个花和长势怎么样？啊，你说我一基本上哈，我一年哈一般就是13-14遍巧克力哈，全油一遍哈，绿油水一遍，油油水一遍，加了风费哈，加雨费哈，咱俩经过我弄了4-5年了巧克力了，确实巧克力小个哈，个头了、水质了、片子了，一不是巧克力就是好啊，就不错的。咱可以看一下，就是今年这个，我前段时间不是你看这个，就是咱这个整个全国范围内有个这个降温嘛，但是对咱这个我看这个苹果这是影响不大呢，我看着这花开的还是非常这个漂亮的，这个花这一块这个叶这块都挺好啊。今年冬去哈，好，你看这花吧，一点毛病没有啊，对对对，一点毛病没有啊。爷说这个去年秋皮上咱就搭配上巧克力啊，对对对对啊，开春又冲了一次，爷说这个你可以看一下是。算是没有影响，没绝对没事啊，对，没问题，还好还好，看着那个花色了，叶片了哈，花多了一点影响没有。但是那个通过咱们这信息收集啊，就是很多这个果树是受了这次这个倒春寒的一个影响，这个冷冻的一个影响啊。那个这些年是这一块这个果园的话是多少亩地啊？发是要近8亩地吧，8亩地。整个来说的话，巧克力用了几年了？巧克力今年第5年了。哦，这个果园一直用咱这个巧克力，大家看一下整个果园的这个这个果树年龄比较长了哈。这个大树是52年大树了，52年了，52年了，我包了31年了啊。因为从长就包的，31年了包了，52年的大叶水了。这个老树，咱巧克力使用之后，这个你说一下，从这个长势上，这个对这个苹果品质上和这个口感上。这个有什么这个体会吗？一是哈，好用巧克力了哈，这巧克力嘛，因为是多功能肥料了哈，怎么施也方便哈。你下大雨了，你撒上边照样能下去 啊。对，就是撒施嘛。撒施哈，一大雨的时候哈，但确实不管用哈。是啊。你是拍墙打地都中哈。对对对。你是往越冲越中。对对对。怎么施都它怎么方便？对对。这个产品啊，首先我们研发这个颗粒水溶肥的时候，就是针对咱这一块使用方便啊。对。但是哈，以后哈，关键一个头也还好，关键那个片子好。他们消费者就能尝出来的，从品种你再吃草莓，消费者现在里头没有消费者，他能先吃出来，再回头是哈哈的，是，这就是柳莓哈，都不抽烟。我爷说对这个苹果这一块口感，这个糖度上，这个口感上，通过咱这个零售，你自己也能感觉出来，这回头客比较多，是啊。我是鱼的盐水，我得安装有一层，俺两个口子一天能卖到1500斤上，能小个刘总啊，1500斤上，回头哈哈的排队干中了，不讲价啊，回头对对，挺好，行啊，这你这个树的话，你算一下巧克力的话，一棵树就这全程下来的话，大约能在几斤这个用量？你反是这个巧克力哈，我打错了，对平均哈对他们时间，连风和肥油肥啊，有机肥的油肥啊，搭配是啊，就好了。这5年的时间，这果树这个大小年这块你有吗？大小年一点没有，没有，因为咱肥料多。有没有出现？没有，他们经常说的这大小年这种现象。那要不相信哈，那夏天还是好，花朵多，满园啊。是啊，是。没大小年。咱们也没大小年。是挺好。行，这个。用我们那个巧克力，对我们产品满意吧？哎呀，不满意，想着也十一回、第二回就不想吃了。啊，连续5年了，连续5年了，连续5年了，非常满意。对了，行。非常感谢这个大哥啊，咱们一直这些年的一直的合作，好，谢谢大哥。颗粒水溶肥巧克力服务热线4006-231-132。